Chocolate, chocolate. Yes, no, no,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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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他们小乖很懂事，我，哎呀，这样家人们，我真的不敢，在直播我不拍，因为他们是小朋友，大家应该都知道这规矩，就是未成年不能直播，所以的话，我待会儿下播了之后，我拍一个视频，行不行？老婆，我去播嘛，弟弟啊。海迪，你就。笑死我了！像做梦一样。你不能，他们说他做梦梦见安安了，他们说他梦见安安了。不能进来啊！他们全部都想过来，看到我看着手机。快点，妹妹你打到我估计。快点。你那么大的人了，咋的？咋上去玩？把他们带过去耍，我等会下播了再给他们买东西。那你们先过去玩，你们能入境的。来是不是这个？你的家乡好放松呀，真的呀。对呀、啊，我们家的家乡就是这样的，就是，小朋友太多了，三四十个小朋友，每家都有三个四个。看到我吗？我是你的妈！哦，你是穿的裤吗？穿不？你们不搬家吗？喂，二弟，拉屎子！哎呦，你，叶总没来吗？他明天来，我逗一下小朋友，他们想叶总什么呢？杨鑫，你想叶总？是不是想他给你带可乐？他害羞得很，这样。好害羞。你们家乡你说的是宜化吗？是的，是的，家人们。舅舅，你们我们舅舅怎么啦？我给你他吃。今天吃的是啥子？今天我带了很多酥肉，然后吃火锅。他们都在弄。对，我待会儿你今年你家乡好美呀、啊，有山有水，我带家人们看一下啊。你们那地质不好的话，为什么不搬走？这儿的话以前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这上面没有人懂这个嘛，家人们。然后今年的话是来了一个那种专门看地的那种，我不知道啊，家人们那种就是那种专门看地质的，我过去啊，专门看地质的，然后。就说的是这个地方容易滑石，就那种滑石吗？那个山一半都，然后的话就叫大家都搬走。行吧，我直播去。香啊！不顶的。火锅店呢？有什么呢？我的舅舅是小的，舅舅在那卖的火锅店呢。哈。不顶。卖的。这个三家都没翻下去，好新啊！那个鸡翅都没翻三家，那个我跟你说，咋个弄？什么不要结婚了呀？呀，这长得好像一只狼啊！我跟你说，你拿那个，就是你拿那个东西，拿清油炒一下。俺可能存了呢。一包说一包不够，一包不够的话，可以去小卖部问一下。就是只有一包吧。贵是买的，啊，你点天天点嘛的，昨天他们
太忙了，就好久没回家乡了。有野人吗？你问我。是野人。不是，他们问我问题。他们跟你鬼吗？随便出来直播聊天。跟你鬼吗的？没得好多的。哎呀，太暗了，这个光线。吉年，你家乡真的，对，我和家里的人他们在问我，我给他们拿那个，就是拿了很多吃的来。哎，好冷呀。啊，就过来。啊，就过来吗？听不懂你说话，我说的是。彝族话，家人们，因为我是少数民族。今年你的把你的户口拿在，拿在哪里去呀？哎，你哥对不对？我的户口本，你们说我以后会不会迁在叶总的家里去呀？我觉得，我这个下面有人放歌，他们。就是这村里面他们就喜欢家里买一个音箱，喜欢听一些曲子。分享农产品嘛，我现在没有分享农产品这些，我已经很少在家乡了，家人们。偶尔回来。没有没有。对，你们最近如果看到那种。比如说点进去没有作品，作品如果是几千点赞，内容都是冒充号啊，家人们，看见分享，农产品的那些不是我，那是回放，是去年的啊，家人们，你们看见的话，你们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对，我今年都不会分享农产品，因为我就是他们只有回放啊，家人们，所以回放就不是我本人，如果买的不好的话，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找不到那个人了。天不切看，我要看。啊，你们，今天有个倒播的，我现在在微信啊，家人们，微信视频号现在50000多人，可以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大家不用送礼物哟，我们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叶总呢，因为是五一节假期嘛，然后叶总本来他说我们俩明天一起我们回家乡玩的，然后的话他就是今天我说我想提前回家乡陪我的家人，然后我就先回来了，家人们，我就先回来喽。穿上彝族服饰，我很久都没有穿过了。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是不是要加分？是的，我们读书很吃香，家人们，就是我们上学的话要加，高考的时候好像加50分，高考好像加50分，家人们。好热闹呀，看看你的家人。我的家人呀，他们都在做饭，我本来我说我也要做饭的，然后我又想给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就是我那个时候读高中的时候要加分。我现在站在哪里给你们直播，你们看一下，我这滚下去就滚在别人家里面去了，我站在一个台台下在这儿，算了，我还是别这样。家乡的风景好不好，给你们看啊，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土鸡，看到没有，这有土鸡，家乡很美，家乡山清水秀的，对不对？全是大山脚下。这下面那家在放音乐，在哪里买的耳环？这个是
我以前戴的是我们民族服饰的那个圈圈耳环，那个银饰的啊，家人们，银饰的那个圈圈的那个耳环，然后我卡了呀，不卡吧？然后的话，去就是乐山之后上班之后，叶总叫我，就是说不要戴那个耳环，他说怕别人以为你的那个耳环就是那种什么贵重的，待会儿他把你那个手指头扣进去就把你给直接拔走，怕我不安全，所以我就没有一直都戴的是这种耳环了。然后的话那种圈圈耳环我应该也不会就是戴，以后如果是结婚的话会戴那种比较长一点的那种彝族的那种彝族耳环，就比较长的那种。对，以前那个耳环都被叶总拿给就是了，感觉比以前瘦了。对，我比以前刚认识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的时候要瘦很多，因为我的裤子你们可以看看到没有，就是以前这裤子我穿着的那种，现在的话就是松的。摆几摆啦？我看你摆，我也摆，其实纸纸嘛。对，咪咪摆几摆？我觉得我自己不摆呀。我感觉其实这只更摆了，像一个公主一样。你觉得我像公主呀？啊、你们这是想我了，你们太会说话了。我觉得你们更像公主啊，这些小孩太会说话了。我感觉你是一个大公主，是一个大女王。我觉得你是大公主。对。我觉得你是大公主，你就是能保住。真的呀？对的。而且你是一个大女王，明天你是一个大女王。七条皮带没有，家人们看。乖乖，你给你那个拍视频。哎呀，现在那个。来吧，妈。去100块。他们想要吃的，是的，我待会儿去带他们买啊，因为网络不怎么好，我就不敢。把直播离这个很远，现在我跟你们说啊，这农村家人们条件都好很多了，以前都舍不得把手机的那个就是把手机的那个网络打开，怕流量很贵，现在啊家人们就是每家每户都有 WiFi 了，真的太幸福了。现在农村的话和城里一样WiFi， 而且的话有热水器，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农村里面的洗手间。哎呀，对，农村里面每家的洗手间都是统一的，还有马桶，我给家人们看一下。以前几年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马桶，太离谱了。家人们看一下这个洗手间，你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条件好很多了，看到没有，有马桶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洗衣机、马桶、热水器，每天都可以洗澡。那些说农村条件不好的那些都是假的，现在农村条件真的，我觉得家人们你们觉得呢？可能是吉年是你太乐观了，所以你容易满足。不是呀家人们，我觉得真的这个又有 WiFi， 而且还有马桶，我觉得现在对不对？以前真的从来不会想到有马桶，是叶总投资的吗？叶总投资我舅舅把这个坝子，这个现在这个这一大片都是叶总他支持我舅舅，然后把这儿建起来的。这前面这一坨全部都是去年都前年家人们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前年都没有的。前年没有，然后是叶总他支持这个，这样把这门口给建着，然后搭了雨棚子，然后然后的话这个马桶的话是不是叶总，这个马桶的话是我们当地领导每家每户免费去安的啊家人们。这个洗手间是你看洗手间有马桶呀，这些全是
就是现在你看啊，我们对不对，我们这个56个民族团结起来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大家。